要先介绍一位来到我们歌手的一位贵宾，他就是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领事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中国区代主任马旭宁先生。他长得挺帅的。I thought it was a movie star. I hope you enjoy the show. 接着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位歌手，他是英国的骄傲。今天他要演唱一位伟大的摇滚歌手 Prince 的作品。这首歌在当年可谓霸奖无数，也是一部同名经典电影的主题歌 Purple Rain 紫雨。太经典了。我的文化启蒙重要作品之一。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歌手带来的 Purple Rain。